巡逻员警骑乘警用机车，警笛不断作响，但前方银色休旅车却加速逃离，一路蛇行。就在银色轿车行进路口时，被前方车辆阻挡，员警抓准时机，油门一催，绕到前方，拔枪呵斥，要嫌犯下车。远警站在车辆斜前方，持枪对准驾驶座，不断大喊。但车上嫌犯仍不愿就范。事发19号凌晨，一部银色自小客车行经新竹市西大经国路口，违规闯红灯，遭巡逻远警发现，准备上前拦查。林姓驾驶察觉远警接近，立即加速逃逸，连续闯了多个红灯，最后还是遭警方拦下。林姓驾驶下车后向警方表示，以为副驾驶的朋友有案在身，遭到通缉，因此心虚担心遭逮，才想逃离。见警神情有异，心虚逃跑，该车并欲突破车阵，并向警方冲出。远警立即呼叫支援，拔枪呵斥该驾驶下车，依规开罚拦停不停及闯红灯等交通违规事项。原先只有一张闯红灯罚单，如今瞬间多了好几项违规罪行。不过警方也发现，男子及车上同行友人都没有遭到通缉，却大费周章躲避追缉，白忙一场，通通一起进警局。三立新闻张浩义、江俊伟新竹报道。